人们都在传说金马战士的传奇，那个勇敢的少年就是我。为了希望和荣光，为了家园与梦想，我站在风中挑战烈火。为了我们共同的家，面对真敌我不害怕，穿越荆棘不畏艰险，我像水晶一样坚强。为了心中不灭梦想，金马战士努力奋斗，跨越海角飞过天。